那红衣白马女子，莫非是云露？云露，我来助你。子龙兄，你怎在此处？我正独自上山无聊，可惜你也来了。此事说来话长，我今在公孙伯归将军帐下效力，奉主公之命前来清剿贼人。善，有段时日未见，子龙兄更显英姿不凡了。在此，我一说来话长，子龙兄可曾听闻秦皇帝宫之传言？帝宫，近日路上确实有所耳闻，但我以为只是虚言。云露，莫非知其隐情？空穴来风岂是虚言？我近日探知，左近乎有青铜器皿，兵械陷于坊市。寻其货源，追踪至此。子龙兄可知，这山寨是近日建成，其主人童子丈八原为黑山贼分支。黑山条约，他又为何舍了根基，至此下寨？童子丈八，我却奉命来此清剿一般贼人宁柔。若是真有帝宫在此，那童子丈八莫非与宁柔勾结？是为了帝宫之路。乌桓人，乌桓以游牧劫掠为生，不缺勇壮战士，而少铸造精良之兵械。前朝勇藏之风盛行，其中随藏兵勇军械，想来应是不少。宁楼此番南下，暗中勾连贼人，恐怕便是寄予传闻，欲取之为军用。近两年公孙将军与袁绍交兵日久，两家方才和解，幽州百姓才得以休养生息，绝不能容胡人再生事端。事不宜迟，既然那左子丈八与宁楼皆在此处，你我正好携手一并将贼人收拾了，走吧。
Thank you.
俺那地盘可是金陵许久了，舍之来此，就为了大王许诺之意。你可莫要骗俺。首领不必担忧，我已探明那地宫方位，就在此间东南。只是此事事关重大，不能轻易举动。且待本王仔细谋划一番，大事若成，保首领金山银山美酒佳人。 总好过在山间为盗。有大王承诺，俺便放心。哼！两位既然要去地宫，不如就一并葬在那里。地宫之中，金山银山，想必取之不尽吧。 是何人？如何知晓消息？贼子，你既归顺中原，岂有图谋反叛？岂能容你作乱编剧，危害百姓？归顺中原，图谋反叛？哼！好个归顺反叛！大王不必与他嘴嘴，不过是两个小娃娃。 敢传俺寨子，怕是没听过左兹丈八指大名。左边胡须有一丈八长，那不成了扫把？自吹自擂也算大名。稍后我帮首领去了胡须，想来又可以换个大名吧。莫不如叫左兹观光。 既奉将军之命，自然要处死贼人。住手！为何要杀我？你等既已内迁，归附我朝，却又称王反叛，图谋作乱，如此恶行，有何可恕？你知什么？我等早年亦是真心归附。 可你汉朝又是如何对待我等？既要我为你守护边军，抵挡鲜卑人南侵，却又屡屡打压我。
原本忧国安主政忧愁，还愿为我等谋求安稳。公孙瓒却一再实行杀戮，就连我等含蓄的使节都不放过。山在哭泣，乌桓在衰亡，作乱壮阔岂能再苟安图存？人家性命皆在公孙瓒一念之上。你虽为自身图存，但却侵我疆土，害我百姓。我既为汉家将士，守疆护土乃是大义所在。今日杀你，乃为幽州百姓。至于边湖政策，周穆大人与将军自有决断，非我武人所能。你知幽州文武不和，便是下一个乌桓。魂归赤山，看着你幽州之衰亡。云露，二贼受首，接下来该当如何？子龙兄，方才听到二人言谈，那地宫似乎便在此间东南。子龙兄若无更要紧事，就与我一同去探寻一番如何？咱们二人既然有缘再聚，一同寻宝也是一桩乐事。善，就依云露，但一切小心。
方才这条路上有许多贼人出没，果然便是通往地宫之路。民间多有传闻，秦皇修筑诸多宫殿陵寝，均暗设机关，伏杀闯入之人。我二人当多加小心。周围未见异常，莫非其中机关不在此处？秦朝机关术，破解之法应当就在近侧，我二人不妨在此处寻找一番。Thank you.
云露，目下盗贼风起，你孤身一人立下，太守怎不遣些护卫跟随左右，而使爱女独行？其实，莫非云露你并未告知太守？家父严厉，诚如子龙兄所言，时下盗贼遍地，我若禀明家父，家父定不应允。但若回西凉，各军争夺日久，每日厮杀也绝无聊。而至长安，前后有董卓、李傕、郭汜之流，擅权祸国，百姓人心惶惶。若随家父困居于彼，朕要仇杀人也。原来如此，天下纷乱，人心难安。云露远离那些祸乱纷争也好，只是如今纲纪崩坏，豺狼当道，人心叵测，务必要仔细谨慎，保全自身才是。子龙兄，这是关心我了。放心放心，亮着天下，还未有谁能为难我，咱且继续前进吧。快把钱交出来。
Thank you.
前方似也有人先我们一步。汝等何人？为何在此？此处竟还有他人闯入。云露，兰帝，子佩，你如何在此处？你身侧之人又是？兄长，这一别甚久，诸事已非，前后缘由一言难尽。何须与这二人多言，杀了便是。前辈，前辈且住。兄长与我自小一同长大，师出同门，我视之如亲人。师出同门，哈，原来是当日那桐渊老儿门下持枪弟子。正是，在下赵云，曾于长春里与前辈有一面之缘，此番是为剿匪而来。不知前辈为何身在此处？倒是和老儿一般，满身莽直之气。想来汝承袭了童老儿枪术，今若杀汝，日后童老儿定找我纠缠不休。待他日吾亲自取了童老儿性命，再解决如不迟。子佩，此间事了，随吾走吧。且慢，兰弟留步。兰弟，兄长，弟告辞了。是识得那狂傲男子，曾于家乡后山有过一面之缘，他似与恩师相识，只是态度不似老友，还多有争执。可子佩如何与他在一处？子佩兄与他形同师徒，有些许际遇也未可知。啊，子龙兄，方才他们二人离去方向因为此间出口，只是不知。这是何处？不想地宫之下竟还有一处宫殿所在。此处相较宫殿更似一处巢穴。云露小心。
路小心。子龙兄，子龙兄，可有大碍？并无大碍，此地不宜久留。我二人当尽快寻得出路，避免被困于此。子龙兄，请醒醒！云露，这是何处？方才那巨蛇……子龙兄可算醒了。方才子龙兄为救我命，中毒昏迷。幸而我平素较有叹息，随身备有解毒药物。多谢云露救命之恩，若非云露，若非子龙兄方才舍命护我，我二人恐已一同丧身蛇腹了。你我互救一命，已经扯平了，何必言谢？云露所言极是。这里离我家乡不远，不如云露与我一同前往。甚好。你这顽劣娘子，怎到此处来？还不速速与我归去！这有对头来了，子龙兄，快救我！何方贼子，竟敢蛊惑五妹？砍枪！
这人好俊枪法，不想这等地方竟有如此对手，且此人似乎身上带伤。大兄，你是？我乃云鹿兄长马超，字孟喜，兄台枪法高超，敢问姓名？原来是云鹿娘子兄长，在下赵云，字子龙，幸会。我大兄姓赵，还请子龙兄勿怪。若非汝这娘子不告而走，我又何苦至此？长安有甚好处？先是董卓，后是李傕、郭汜，皆横行霸道，大臣因声自保，整日烦闷得很。我妹修成口舌之力，负起相照，速与我同归。别家娘子在你这年纪，也都待字闺中，温婉知礼，有哪家娘子似你这般，整日在外厮混？莫再念了，莫再念了，我跟大兄回去就是。两位，我家乡就在一旁不远，云鹿才历经险境，孟琪也跋涉路远，不如暂且去我家稍歇，再走不迟。大善。也罢。我正口渴，谢过子龙兄，去亦无妨，只是妹妹需老实跟从，休要趁机逃走。子龙回来了，这不是云鹿娘子吗？这位好俊的少年是？这位是云鹿兄长马超马孟起，我大兄可在家中？哎，你大兄应是在家，他每日念你正念得紧，快去吧。大兄，弟，你怎么有空回来了？还带了两位友人。前些日子，弟奉命去剿除山匪，就在家乡左近，便回乡探望兄嫂。又遇到云鹿与其兄长马孟起，便一同邀来家中坐坐。
一别两年，我弟也是将军模样了。可有吃苦？军中同僚如何？上官如何？有无为难？慢些问，慢些问，待我一一道来。银鹿娘子、命戟兄弟都是画里的神仙人物，好生俊俏。我小叔能与二位为友，真是有幸。我呀，与子龙兄一见如故，亲切的紧。子龙为人正直勇毅，真乃人中龙凤。我见了他，欣喜不及呢。分寸，分寸。甚好，甚好。小叔还不快请二位稍坐，我去备些餐饭过来。不必麻烦子姿，我们尚且不饿，饮水便可。清贫之家，只有清汤相待，万物嫌弃。谢过子子，这汤甚是解渴。好，好。云露也谢过子子。子龙兄，稍后我即随兄长回长安，可否与我在外走走？云露有请，自当相从。容我向大兄招呼一声。还找什么大兄？莫怠慢了客人。小叔快招呼云露娘子去。这些时日，我游于幽寂之地，此间山水雄壮，得造化垂爱，也难怪，有子龙兄这般人物。云也不过是一介草民，所事者为永利而已，
纵有些志向，却并无一二功业，实在难当赞誉。子龙兄不必过谦，其实高门草民有何分别？西凉并不像中原高门望士那般过分看重经学清韵，是因我家虽为武勋之家，也不至遭人冷眼，往来者颇有权贵。我与父兄在家时，见识到那些所谓名门贵子，也多不过是飞鹰走马、夸夸其谈之徒罢了。似子龙兄这般胸怀远志之人，天下何其之多，可肯为之付出辛苦实践之人，又能有几何？便是旧日乡里遭难，敢于一力担当，挺身而出，只为践行正路，守护无辜，这世间恐也屈指可数。只这一点，子龙兄便已然胜出天下人多矣。云也是运气使然，我幸而结交子佩与阿娟，子佩自幼喜爱读书，我也一同增长许多见识，若非如此，我也大概只是田野间一普通农夫，每日但求温饱，又哪里知晓外面天地广阔。而阿娟心底善良，虽自身多有不幸，却每每怜悯世人，使我懂得生民不易，叫我有恻隐爱物之心，又使我徒负勇力，也多赖阿娟看管，告诫我不可逞勇斗狠，也幸而得逢恩师，先生告我世事，教我毅力，借我焦躁，传我武艺，使我得以笃定前路，坚持不懈。不然，即便知晓天地广阔，知晓汉家功业，也无从树立志向，施展抱负。后姓投公孙将军掌下，燕赵之地，多豪侠义气之士，却非虚言。不仅将军威武，其子女亦皆非寻常。阿贵心地敏锐，善解人意，使我察知人事幽微，与之相交如对皎月。而刘玄德兄弟三人赤诚慷慨，虽四处奔波辗转，志气从不曾减。有此三人，我便知何为当世英杰。如今则幸而与云露相遇。救于危亡之中，助我于遭难之际，亦使我知天下间有此奇女子，竟得以相交相识。云口舌讷短，子龙兄这般却不似口舌那顿模样。哎，云露莫要笑我，今日一别，却不知何时再会。大丈夫纵横世间，还怕寻不见一女子吗？待子龙兄闻名四海之时，云露寻声来访，自有再见之期。那云露，且拭目以待吧。常山赵子龙之名，总该不负今日所言。时候不早，路途尚远，我二人便不多耽搁，就此告辞。董卓虽亡，李傕、郭汜仍作乱长安。我即便未曾见识，也能想象长安如今之诡谲凶险。两位此番规矩，与虎为伴，千万小心珍重。子龙兄权且安心，
他二人根基未稳，不敢加害我家。云露自有父兄军旅庇佑，安全无虞，子龙兄却要战阵厮杀，危险胜我万分，更需仔细谨慎。云露欲将此马赠与子龙兄。哎，阿妹，不可，云露爱马，我岂可夺之？良驹难得，当驰骋八荒，方不负其才。长安居庶颇多，他随我归去，也是驱煞神骏。况且子龙兄纵横疆场，岂能无好马相伴？看，他也对子龙兄喜欢得很。子龙兄万物推辞，就此说定了吧。大兄，咱们这边启程吧。我这妹子多蒙兄弟照看，超感激不尽。今我二人就此告辞，他日再会。阿妹，你对赵子龙？阿妹毕竟连赵夜白都相赠于他，这可是你最最心爱之马。俗语有言，宝马赠英雄，又有何奇怪之处？赵子龙果真如此出色，须知我妹是名门贵女，她虽在公孙瓒帐下有事，毕竟只是乡野村民，此间差距犹如天堑。当年高祖也是区区亭长，乡野草民又如何？子龙是双刃出世，乾隆方腾，焉知他年不可称英雄？何况我家以五勋立世，落在中原也不过是世俗眼中寒碜罢了。话虽如此，天下之大，如高祖那般人物可还在有。乡野出身，既无人脉，又乏资财，幽州之地又偏居易，想要建功立业谈何容易。子龙人物如何？大兄也曾亲见，难道不胜于那等有家族人脉帮扶，却仍是短浅愚鲁纨绔之徒？可，哎呀，兄长莫再多言，妹妹自有主见。哼，若有再逢之日，他能闯出一番功名便罢了，若是碌碌无为，休想再见我们一面。